7:55，进场了。这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这个还是有活干的。厂里还算忙活不停嘛，只不过比以往那段时间差了很多很多。我平常拉纸箱的那个厂也往这里送货，有一个4米2，基本上是固定在这个厂里，每天往这里送。然后4米2不够再加大车，但是从今年3、4月份以后，一个星期只有1车2车。那我今天拉的这个彩印箱从平湖过来，正常的，起码每天1个9米6，不够再上2车3车。但是昨天装货那个师傅跟我讲，现在1个星期只有2车了。所以说，这个出口订单的减少，美国人跟欧洲搞这个脱钩断链，对我们这个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地区来说，这些企业还是蛮有影响的。你订单少了，你工人工资是不是要少了？有的甚至还要裁员，啊，工人呢，工资少了，是不是不敢消费了？那对拉动内需来说，又是一个问题了，恶性循环了。当然了，直接影响对我们货车司机没货拉了，本身车就多。当然了，这是一个阵痛。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阵痛，你总要经过这个过程的，对吧？总是要经过这个过程，所谓的叫办法总比困难多。这个一个阵痛期过去了，也许就好了。毕竟我们国家的这个产业供应链。还是蛮齐全的，蛮完备的，这样讲。今天在这里歇一下，然后到新厂区去，然后再到海岸的一个厂。新厂区货还要少，只有1个货款，那里的规模比这里还要大。这里是老厂区，这个从上海搬过来的时候就在这里。今天反正。一天是卖给他了，这个有大半年没有过来了。上一次过来是哦，不止，2021年12月份到这里来过，1年多了，1年半了，已经9:20了。这是早饭，一个菜包，一份玉米碴儿粥，啊，这是我们娄高这边的特色。歇了快差不多了，这个怎么讲呢？什么事情都有利有弊。然后你这里他生意太好的话，你好多外面车子送货过来，对不对？那送完货过来，他要带货出去，是吧？势必把我们这边运价也就拉下来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什么事情都是相对而言。这个一份稀饭，一个菜包，分2次吃，今天的一天就够了。嗯，
配上这个咸菜，看这个菜包美不美，馅儿。10:05了，老厂卸完了。我们去新厂。过去拿。看一下。等通知再进厂。已经11:30了，还在这门口等着啊。吃中饭，把这个稀饭，还有半个包子已经吃掉了，现在。把稀饭喝掉，我怕等会儿坏了。咸菜，美味。这个自从减肥以后啊，你像我这一个包子，一碗粥分两顿吃，都感觉有点撑了。今天回去称一下，估计应该达到160了。160的话，我就是减了有27-28斤了。大概2个月时间吧。如果是达到160的话，就是我从20几岁开始去上海的时候，那时候称150，后来一下子胖到最多的时候称到200斤，最近几年保证在180左右，那就是从20几岁到现在40几岁，这是减肥最成功的一次。人感觉好轻松了，现在。是那个6号路往东是吧？哦，荣威6路。哦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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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好好。1:07了，这个货，我就知道一天要卖给他了。打电话过来进厂了，哎，这个活干的。
规矩多得很啊，把车子靠边，驾驶证、行驶证拿过去登记。好了，我们再次进来了啊，规矩比较多啊。速度还不能快。1:30了，开始卸货了。这里卸卸，然后接下来去海安荣威，20公里，半个小时。反正是这个三家货一天就卖给他了，没办法。订货的时候就知道卸货爽气不了，但是没办法啊，不愿意再抱着手机找货了。今天这个情况就不想再出去了，卸完就回家休息了，休息，天热，休息好再出去。这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这家厂我早晨看了一个报道，还是我们如皋的纳税老大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